My final guest speaker is applying this lesson. Dr. Lee is a materials technologist in our research center in Kunshan. He's working on the labels of the future. Dr. Lee, good morning. What are you learning from our customers? 我希望和食用我们材料的标签加工商以及终端用户密切合作，深入了解客户需要，创新出更高效以及实用的产品。我们现在有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，期待您的参与。例如，现今大多数的压敏胶粘剂是由基于石油的原料制造而成， 并提供低成本的新范例。生物基因胶粘剂一定会前途无量，未来还会有生物基的薄膜吗？改变话题，在一个充满移动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的社会里，消费者将如何体验品牌？标签工业界将如何与时俱进？我们有一个建议：当今世界，智能手机 越来越智能化，让消费者在购物时更方便、更满意。一个创新是让我们的行业更有持续发展，另一个创新是让产品更智能化。我和我的同事们有更多的工作要做，以确保它们是实用的以及商业上可行的。我们对此满怀信心， 两者都会成为成功的产品。这些概念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成为现实。我们有如下的几个设想，可以提前引入市场。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叫做 Multi-Cycle 的新材料，用于啤酒以及饮料的包装。它质地坚韧，足以承受超过30个周期的使用、 回收以及再利用。提高品牌形象，我们正在研发一种全新的薄膜处理方法，可以精确地呈现各种视觉以及触觉效果，例如压花玻璃、水印或磨砂，还有更多其他的应用效果，让标签加工商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要。 如果我们无需使用胶水或直接打印，而直接标识一个热成型的产品包装，那将完美无缺。我们正在研发一种新材料，它可以和塑料一起延展，热成型后它和包装融为一体。对于热成型的以及软的容器， 我们正在研究一种新的可多次粘贴的包装。Thank you, Dr. Lee. Scientists like Dr. Lee are part of our commitment to the Asia-Pacific label and packaging industry.